这是晚辈下的聘礼，晚辈花一男是想求娶月儿姑娘。我不嫁，我喜欢杜若。您还是对我死了这条心吧。少岛主，这两个月来，您已经被他拒绝了36次了。 非娶到你不可！现在满岛都在传我和花一男的婚事，他这么做明摆了就是要逼我就范吗？看来还得用点别的招推波助澜。少岛主，不，我与月明儿的地契已经到手了。可以，这两天只能住在你家了，麻烦你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撑多久。